老外市长发表政见，新发建议有效改善空污。台中人数是281.5万，每个周末台中人都不要开车，市民都是骑脚踏车，然后脚踏车后面要放一个小型风扇，不好的空气全部都吹到别人身上。对，圆岭啊，或者是什么下面的彰化，然后就旁边了，这样子台中的空气都很好啊。各位观众请注意，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墙。